今天是美国时间的大年三十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跟家人吃饭。还有我呢？为什么这个脸是蓝的？哎！我要说话吗？不用，你接着拍就行了。在饭店里啦。我们说话在能听路上吗？能听见。那我不能瞎说八道了。瞎说八道。不，我也有一个这个了。来吧，斯诺，来吧，我们的巅峰对决。Round one， 看我这个手法，没想看到吗？好，馅儿有点多。哎，这个饺子好难搞啊！斯诺想必合不起来吧？我要再放回去，是不是会很恶心？不行，我可以。好像有点，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点问题。我觉得应该我包的更好吧，觉得我包的更好。我们可以来投票一下，现在好吧？这个呢，是我包的一号饺子，这个是周润包的。你这饺子立都立不起来啊！你们说吧，这两个饺子哪个好看？左边这个吧，右边的。对，左边都没有褶子。左边的，咦？我觉得这个好看。皮儿。如果 OK， 比如说北京人的话，是在哪个上面讲的话？北京人。对，你说装电视台。装电视台。什么意思？装电视台。中央电视台。哦，装电视台。张思诺可以用儿化音说。张思诺。不能。哎，你们说西红柿炒蛋不是也是？西红柿炒鸡蛋。皮儿。啊。博主可以发出鸭子的声音，比现在过来好像。你跟我动物园见到的是一样的。会出酱吗，博主？Round three。开始了吗？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开始了。恭喜你！你先别倒啊，先让我。还要配乐啊？好，开始倒吧。哎呀 ！Oh my god！ 一群老妖怪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开心，好开心。为什么你的脸？哎，怎么我一来到又散开了？难忘今宵，谁在跑调啊？